Today went dancing with the stars with a specially conducted class for Zhu Hou Ren, who plays a dance instructor, and Xiang Yun, his student, in the drama Pillow Talk, which began filming recently and airs in April 2012. The pair were put through their paces by professional coaches Richard Tang and Sephine Tan. This was only their second lesson, and the tango and rumba are no easy tasks for beginners.是的，学的过程以后，我们发现每一次学的时候，好像进步了一点；每一次学习不，学完以后呢，再来的时候，发现哇，原来前面还有很多道路要走，所以学跳舞好像不是说一朝一夕，跟其他东西也是一样，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起来。嗯，对，我觉得学舞蹈呢，最主要是感觉了。那么更演戏是另外一种表感觉，那种的那种感官的那种表演哦。所以我觉得，学跳舞是充满快乐的感觉。对对，跟演戏其实有异曲同工，就是说演戏你不能够死背台词，跳舞也一样，你不能够死背那个舞步或者是手势，你必须把那个感情带出来。而且呢，跟演戏一样，要对手的原来。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手脚心眼全部都要配合。对对，因为以前我年轻时候，因为我们在演员训练班有学过跳舞，那时候年轻嘛，是多20岁，跳舞没问题。现在跳
对，原来是学 Tango 的问题。对，因为 Tango呢是半蹲式的走路的，所以那个关节很容易受伤。回 slow and slow， 踩了很多次了，要我们不踩到很难，踩到十三个月，想要不踩是很难的。Go ten two three go。 后面跳得很快，进步很快嘞。因为我第一天跟他一起学的时候，因为以前我有参加过 charity show 的跳舞，有感觉，但是跳不到了，明白那个感觉了。那么后来我看后面，哇，很快嘞，跳得比我还好。现在其实我觉得呢，最重要，刚才你们都看过了，没有音乐的时候跟有音乐的时候，跟由我自己做主的时候，其实很大的差别。不过我们有讲到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有一样很高明的东西，叫做简介。 所以我们相信简介可以帮助。对，最重要是我们上半身要很像。<笑><笑>对了，那个转头的，你看，啊，特写给我不要看全身啊，脚是脚，手是手了。哎，你全身看的话，我的脚又掩盖不住他的脚。<笑>